有恐惧，更沉迷。我们究竟？小美，对某些男人来说啊，性是很重要的。刚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马上理解这个人的。他这个骗子，他答应我不会说出去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。完蛋了。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坏人，他只是一个就是无看过世面的人啊。没有错，我是靠男人赚钱养活自己的，但是我不是用骗的，我是自己赚的。拿性来赚钱，或女生跟男生撒娇帮他做家事而拿钱，到底有哪里不对？报道的根本就不是事实嘛。这个剧本里面挖掘了很多我们当今这个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些现象，人性的一些黑暗面，我们通常会看不到的。讲一个女性她的心中的心路历程，加上她对于每件事情对他来说的一些刺激，或者是让他心中不舒服受伤的那一块，去让他做了一些不同的选择，那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。用温柔去杀人，那个才可怕。今天没有带吃的、啊、阿康搞笑更加欢喜耶，更加欢喜，对，就秀然真的有杀人吗？这到底是道德上的杀人还是法律上的杀人呢？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电影可以讨论的。